坚持香港制造的香港味道。四喜月饼、旧姜梅体月饼，还有乌龙茶奶黄月饼和麻薯月饼，快啲嚟 I'm U Buy 买月饼啦！好似如果你当系玩，系玩咗年几两年，跟住之后先至话，喂，好似有得做喎，咁又变成一间公司。严格嚟讲，我喺公司我系冇一个职位嘅，我又唔系 full time 员工啦。喺 Amtrail 嘅角色就真系虾条哥啦，同埋器材部嘅主管咯。你当系同呢班人拍嘢咯，最开心。每一个 channel 嘅嗰班人会走得埋一齐，因为玩得开心啊嘛。咁如果而家同你讲 Amtrail 听日就收皮啦，真系唔介意。啱出嚟呢個地方，我學識咗如何自己一個人講嘢，如何自己一個人行呢條路落去。當然啦，佢一直喺度嘅話係好嘅，但如果你話喂收皮啦，咁又係咪好得人驚嘅一件事呢？我好中意咧，靜靜雞走咗，一日咧先發現嚇、啊、你走咗啦！哎呀，做咩唔講啊？想要呢啲效果。佢哋成班就哎呀好掛住，但可能其實冇人會掛住 ，sorry。循例啦，咁呢度都有啲同事係唔係好熟我噶嘛？普通西餅就係散水餅啦，蛋撻算唔算係叫散水餅噶？好食啊，最緊要我覺得。但係講真，其實邊個走冇人知，冇人 care 嘅，定係喺一個咩 Eon 嗰度咧？你諗住 Eon 超市度求其執啲嘢？散水百力滋，咁我買三包就招呼曬所有嘅同事啦。一嚿都30几蚊嘅喎，散水餅賣咁貴㗎？呢18蚊喎，好慘嘅，食呢啲泡芙都只係14蚊啫喎，個別包裝嘅喎，唔似散水餅，五件，哇，果汁酒，好似好 high 爬喎咁樣，散水餅有埋嘢飲，泡芙係最好食，每個執兩粒咯，一係呢個豪氣啊，我哋唔可以咁小氣嘅拍節目，幾多？1122。呢啲先叫係散水餅噶嘛，又有酒水，又有蛋糕，又有泡芙。我而家係散水餅嘅 standard， 話俾你聽，而家啱出嚟邊一個人要走，邊一個人要收皮呢 at least 都呢個貨仔啊。MSN 又好，以前 ICQ 都好，佢都要有一個收皮嘅一日，已經轉化咗另一種形式，就係、是、可能係 WhatsApp。咁而家你話啱出嚟收皮嘅話，名義上係收皮。但其實佢轉化咗另一種形式咯，好老土咁講，我哋每一個人就係啱 channel 咯。我唔關我事啦，呢堆垃圾都唔關我事。我自己有啲機器擺咗喺度咯。最初期即係講緊係 day one 啊，你未揾到錢，你冇理由花嚿錢去買器材噶嘛。咁嗰陣時就係用住我啲器材先嘅。頭幾年的而且確係覺得呢一個行業係唔穩陣嘅，所以我係冇入嚟做 full time 嘅。我一直個心態都係覺得遲早有一日會收皮，只不過係我哋玩到去乜嘢嘅位置啫。其實我而家望翻咧，我都覺得嗰陣時做咩影到佢完全唔似佢，我都唔知道究竟係我嘅問題定係佢嘅問題。而家我都望翻，我都覺得都影得幾衰。我啲 postcard 仲有，我嗰陣時去尼泊爾，除咗條片之外，有一啲嘅實物去記錄低，因為發覺我哋原來除咗係一個網路演員之外，什麼都不是。我應該係乜嘢嘅方向走落去呢？咁所以我就去咗尼泊爾一轉，叫做尋找自我嘅一個旅程啦。因為我去嘅時候，我係冇諗過拍一條乜嘢片出嚟，就算拍唔到任何嘢都好啦。我想行一轉，試下做啲唔知乜嘢，所有嘢都係盡做，充滿未知數。成功行完啦，有一集片拍咗翻嚟，出咗街之後，有啲觀眾係欣賞嘅，令我更加覺得原來我都幾勁嘅喎。原來我都幾有料到喎，好似突破咗一啲自己嘅關口咁，我就會覺得之後嘅路應該都我都可以行到落去，好老土嘅，就算有啲咩困難我都行到落去咁樣咯。啱 channel 呢個地方教識咗我釣魚，仲有冇啱 channel 我都係識釣魚噶。阿米媽唔知道拍邊條 vlog 嗰邊就印咗我個樣落呢個蝦條度咁。呢個暖水壺我記得好似係有個 fans 送，係年宵嘅時候收嘅時候係窩心嘅。哇！你收埋米媽本書？呢本唔係米媽本書，係我做嘅。嚴格嚟講，哇！你睇啲咩嚟㗎？喂，但你係米媽本書下面有一個，呢啲係咪叫屌打佢啊？個節目唔係咁㗎，個節目唔係咁㗎。咦？原來有一個曾經阿 Ben 聖誕加新年加生日快樂卡，呢一個係2019年嘅12月27號嘅，唔捨得㗎，咁都冇計嘅，即係你冇得永遠㗎嘛，所有嘢。
即如果向好的方面想，是不是代表我們不可以再一起拍片呢？沒有了這個地方，的而且確就一定會減少了一起拍攝的，只能夠接受一個現實，就是每個人都有一個不同的人生的階段。這個哇，買了成千元的新水平，因為我隔離是沒有人的了，是吧？我可以佔據買的，可以的， OK 的。新同事，我好像見了你第二日這些時候我才說什麼江湖見啦新同事等我想想Hanna 我請你吃件餅啦，即即個頭轉落地啦，我知道江湖見啦，去你的朋友去哪裡？公開先，喂，你不可以讓你走啦，你沒有化妝啊？吃餅啦！人哋咧隔住門講我的宣言。呢個係我哋偉大嘅經理人，多謝你啊！多謝你支持我同埋支持啱 channel。多謝你俾我幫你。你幫我先有得。唉，喂，請你哋食啲嘢啊！你揀你中意食嘅味先。受驚又重。係啊。受寵若驚嘅話。唔係沙水餅啊！唔係沙水餅啊！攞先講，攞咗先講。你拿先啦，唔使咁驚喎。點解你個位置全部都係咪我哋嗰啲？你問我隔離嗰個啊？咁樣中意法都令我有啲尷尬。你翻咗有冇三個月啦？有啊。咁我攞係最新一個月未啊？一個月啦，出咗糧啦。即係啱 channel 收皮嘅散水餅嚟嘅，意唔意外？覺得係點解會？收皮，唔係你仲想唔想出埋最後一條片咧？如果收皮，做俾你，做俾我，梗係啦。唔係做俾我，做俾公司啊，唔關我事噶。咦？你做咩唔食啊？你好驚啊？你點解好驚啊？你做咩啊？我唔知啊。你做咩？方方，我都好欣賞你嘅，即係 Ben 揀得你咧，你都要相信自己，繼續拍片咯。如果仲想拍片嘅話，努力，努力咯，努力。阿朗，阿叔。聽說你服侍得你大佬，好開心喎、啊！又 morning call 又成喎，咁佢有一日佢唔知醒啊嘛。可能大家唔知啊，佢大佬係靜靜啊，唔係個個可以招呼得靜靜開心嘅。咁佢係唯一一個，唔係佢係其中一個。買散水餅咧，原本我諗住咧就係、是、哇，好似好開心咁叫曬一班人去一間會議室度咧，然之後哇，大家攞啦攞啦，但係諗諗下好似好尷。後屘我都係選擇咗拿住啲餅逐個逐個俾。咦，西菲啊，我剪埋先。收皮仲剪？你要出外剪啦。佢心理質素係可以講係全公司最犀利，好多嘢你都可能突然間就會消失㗎，可能有啲人突然間就走咗，或者有啲人突然間就被人炒咗，成間公司突然間冇咗，其實完全唔出奇㗎。有時你想準備，但係你唔會準備到咯，即係你離開咗呢度，你都仲有其他嘅發展嘅，咁大家可能江湖再見咯。好唔開心定係點嘅？如果公司收皮？咁我諗或多或少都會嘅，似你同我啲做咗咁耐，對呢度嘅人同事都會有感情噶嘛。我覺得係會惋惜咯，好老土，但係你有啲嘢點都要面對嘅。我失威啊！佢耳仔爆爛咗，我都錄唔錯。你做咩啊？做咩啊？揀一件蛋糕先啦。做咩要係？收皮嘅友誼之壓。咁啊，都一日都應該係會嚟，都要嚟啦。要嚟嘅始終都要嚟啊。係啊，咁係要一路捉住咁樣講嘢㗎。咁就我仲有一樣嘢係特登買俾你㗎。本身我諗住俾餅你嘅時候咧，啊講幾句即係心底話咁樣啦。但我發覺原來都幾難，係會有啲尷啦。買啲酒俾你。我仲以為咩咁大件事？好啦，咁啊，又握手。多謝你呢幾年嚟嘅照顧啦 ，Ben。哇！唔好咁講，你照顧我嘅係。唔係嘅，係咁，即係我想去嘗試，都係諗住不如笑笑口就算啦咁樣。我之前出個 po 都講過啊，佢雖然情緒起伏係相對地感性啲嘅人啦，但係又俾佢捱到做到，咁對於佢嚟講，我覺得都係一個。突破冇問題嘅啦，佢都我啱啱咧拜會咗你嘅大徒弟啊！我話能夠令到阿靜靜開心嘅人咧唔係太多，我話你係一個好高嘅令我開心，同埋一個位嘅令我開心。我最真係開心，真係開心。
你同班同事係既工作又娛樂，既同事啦，但係又係一個朋友嘅關係。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喺出邊嘅公司未必可以做到嘅。你做嘢如果要揾到一啲思路相近啦，然後做嘢又夾到嘅人係好難。好明白你，即係我講一句，佢又駁到下一句，喺度大家嘻嘻哈哈嗰啲傻鳩係好難揾。散水日都冇曬啲 QL， 因為我哋平時個做嘢模式係有嘢做先翻嚟拍，係咁噶。散水就係散水噶啦，你唔知道永遠都唔知道，原來今日就係散水，聽日就收皮。咁有啲人係見唔到就係見唔到噶啦。我又唔會特別去同佢哋講聲，等佢自然去發現，然之後佢話嚇，原來收咗皮啦，咁先再講咯。悄悄的來，悄悄的走。就是約組送給你的收皮禮物，揀一支酒啊。什麼酒啊？這個是香港新鮮製造的雞尾酒。看看它有名字的，全部這隻是 Honeymoon。 嗯，好喝。假 last day 有什麼感受？不捨得的感覺又未至於去到很強，但我覺得 after taste 會很強的、好了，真的好了，不用回公司了，因為收了皮了。但當你可能你要繼續拍片，你就會發現可能我拍片的朋友都會不同了，我 partner 會不同了。那這些時候你就會隱隱約約會有一些畫面，你就會以前可能站在我旁邊那個阿邊是誰誰來的，以前可能會是哪一個會 comment 我的片怎樣怎樣，那現在就可能是那些人就不同了。我會去到這些位置才會感受大一點，捨得的不是個啱出的名字，沒得跟這班人拍攝，我想這個會是不捨得多一點。Hello， 其實頭先係假嘅。即係如果你係分開做嘅話，咁就即係佢哋已經係個體，就已經唔係暗 channel 咯。你冇咗呢個平台，咁你咪冇咗見到依啲人一齊嘅機會咯。即係啲人都會留言話呢、這個組合好睇，嗰、那個組合好睇咁樣。講到尾都係有咗依一班人先有咗依啲組合。咁我哋背後即係有冇我哋依啲人？去幫佢哋諗埋啲橋啊，佢哋又會諗下有啲咩俾我哋拍。你有依個平台，你先會見到依啲嘢咯。佢已經練就到你係一個人可以由頭到尾乜都做曬咯，由諗到拍到剪 ，execution 所有嘢都係你。雖然咁樣係有少少唔人道啦，但係個滿足感一定係大過我淨係參與某一啲部分。呢、這個真係冇人知道，我喺呢條片先講。我入嚟呢間公司嘅第一個目的咧，我就要超越曬原本嘅成績嘅。混血肥仔俾我做第一條 YouTube 嘅片嘅，我一定要令嗰條片上到熱門。第一條 Facebook 嘅一條片要過5000 like 嘅，咁我都係做到嘅。即使我離開咗呢間公司，用翻呢一個方式，用翻嗰團火去做，呢個係我喺呢間公司以嚟最大嘅得著。可以再在這個平台發表自己的感受，是會不捨得咯。很突然會一切到，很多東西都是這樣的嘛。把握時間，拍多些片咯。逢星期一至四7点看片了喂。欸，未完家。想支持我們的朋友，快點來 I'm You Buy 買東西啦。我們已經完善了我們的送貨制度，滿滿600元免運費送到你家。3点前落單，第一送到你家。什麼？快點來 I'm You Buy買嘢啦！啊，别，唔好走住，唔好走住，有啲好重要嘅事同你商量。系点咧？呢度咧有一张咧，究竟有咩人系会散水都问公司 cam 钱？想知道？我咯，就系。而家冇啊，冇啊，冇啊，别别。好啦。你又心理啦，散水俾啲诚意啦，拜啦，公司系唔会 cam 你啲钱嘅，拜拜。